577，没车吗？完了，这个大波点出枪啊，没人匹啊！哇，零速出手，天下我有。对，在出现机场圈型的时候 ，DDT 没有做出这样的应对。就机场圈型里面的天霸普遍是在车再次出手，哇，天敌先放到了 T 九，这边和队友的一波补位。SM 不想要车上引一下，但是这边 DT 是很好的守住了这个桥啊。哦，后面还能继续扫，防区里面还放了人。这波 DT 整体的战线布置的其实是比较广的。全子落地翻车，这是有意不爱啊。SMS 今天出师不利，第一局出了问题，只剩最后一个七五，而且防区喷中了一枪，队友过来补位啊。这一波队友来了就没什么机会了。喷子要补，不掉了。七五回到房区里面继续的周旋，然后 DT 这波还要攻了，又喷了一个，能补吗？还能补？我的妈呀！难道输的思绪应该没机会了吧？太惨了，这个半边枪法，天，他真的血量如果再健康一点，这个能打掉。七五这波好秀啊，这波给 FTY 都过了 ，FTY 往里面内部去延伸了。蓝天霸，这个经典打结位啊。对上层区的队伍是经常被天霸折磨的，不管你说。这个确实，新版老师是给到其他打这个上层区的队伍可能会有个新的命题啊，克制天霸。就因为 PUBG 这个游戏就是，也是把明明给击倒了，但侧面有枪线啊，躲不过的。周品言几枪精准，高鑫直接倒地，而且幻神可以轻松的把这个人补掉。刘耀在原来继续出枪，本身 DDT 就出去掉了一个人，现在二打二，但侧面应该扶起人了。左平又是精准的一枪，再把瓦马放倒，这个人的状态真的是拉满，锁定了，从侧翼拉出啊，给了头真物，但是对方血量也是死血，这波高打低进点的清理没什么问题啊 ，DDT 也是先被淘汰掉了，这波全白。原点还有 Carol 的最后一个独狼的出枪，先把反包了过来，先方放到了速球，这波一换一，两方都有一些机会啊。看一下这个位置，七七直接从窗口位置扔了一颗手雷，但是小鬼的手雷先行放倒了一个，再一把手雷又是一波一换一，天霸胜林叔最后一个加枪位，分数吧。小明也在跑位，看他们有没有机会能把崔七这一分 K 掉。哎 ，K 了 ，K 到了，还能再 K 吗？有、也有机会啊，这个人头也有机会。这铁栅栏真要给他拆了，反坡后面了。林树扎点，不考虑这个问题了，林树要扫车了，对方正好吃了蓝血，都是残血，都是残血，先扫一个。小北提枪打，这波要紧压力了，位置锁定了，这一次又放倒一个，哎呦，死两兄弟。哎，这躲不过的，就这两个人的站位导致十七这个桥就是没法过，桥对面还有 CTG 在躲。哇，十七兽也没了，还剩最后一个速九滞留在桥上，裂开，尴尬了。对，速九在桥中央。是的，速九倒是有地方。吧，但是林树他露头也是一枪头。哦，被蓝拳给收了。林叔好稳啊，嗯，林叔被直架，他知道他怕被给一枪，因为猴王开车勾，这个是让队友开车勾引，然后近点他想要把男的秒掉，男的有经验，反应过来，但是猴王的枪很准，这是选手打的，哇，这个距离的 Barry 直接秒人。真是明明啊 ,Monkey King 侧面再打一个突破口。猴王这波近点摸得非常到位啊 ，CCG 的近点队员赶紧顶上去，有时间能扶队友。周平也想扶明明。啊，封个四千烟，两边都是封烟拉人，但是林强前点能顶住，先给手雷往烟里投掷，没有炸到。周平还以一颗手雷啊，也是往这个烟边扔了一颗，都没有扔到位，但林强这一颗的话是补掉了。好，我们看到幻视场走这个过点，但是 Monkey King 在已经锁到了石头后面。位置锁定了，就看到了 Monkey King 就再次出头放倒了幻神，打三个了 Monkey King。Monkey 这一波立大功吧，
9K 预约、抽把、扫车，真爽啊！这一路打劫，拖了半天，接班活下来，大家都在抢坑。悟空跟巨幅，最后白龙马的一波收尾，悟空还是能扶起来队友的。这 95K 好淡定啊，在旁边待着，好准，龙四根，这外星人。一枪头一枪身直接秒，然后人头被坦克给 K 掉，龙四根锤桌子了，又 K 头。还是靠近，听到了声音，这边匆匆先行出手，放倒了白龙马。队友的一波在这个围墙边的加枪，不想给悟空往前再靠拢的机会啊！这波要把整个的左上角给收割干净。这颗手雷啊，炸了一些血量。天路的卡边还是比较容易，走不通的，队伍太多了。GFI 已经成功的踩住了油桶。YM 绕到了北边 GodV 原点的一个解救位，这一次人还没有扶起来。王骚出手放倒了112。王骚这种距离的 M4 玩透，这波 4M 要出事了，裂开了，被两边夹了。喜欢裸抽，哇，这边手雷投掷连续的放倒，还剩小鹿，这个地方不好顶啊。这边老君出手将小鹿带走， 4M 在两队的夹击之中也没有存活下来，也是因为大吉。另外一次 CG 侧翼要接悟空，就刚刚也是悟空进不来，只能往北部去绕，结果反而是北部先打了起来，都抓到机会了。 FTY 抓到两支队伍，甚至能把 CT 给夹死。 CT 已经七个淘汰了，王超超王超超又放倒一个，很稳啊。我但这个雷正好扔到脸上，幸好侧身躲开。 FTY 要抓三个猛男顶在前点，这猴王感觉来了，一个人赶紧三个人的脸，然后叫队友高点。王骚骚能不能给队友去丢一些道具呢？震爆弹丢出来，猴王就能秀。FTY 一看这个坡不好打，算了，想退没给机会。王斌先秒一个，再扑过来，猴王不要再扑了，这是什么情况啊？我还得是龙死根，我外星人没血了，上车贴位置还想秀，七化位，但是还是顶住。最后 FTY 没有存活下来， CTG 也是同样的情况。悟空对的，这个机场岛里走是肯定没有机会的，南边打不通，根本没得玩。是的，匆匆出手了，放到 95K。 那最后接管这个北部应该就是天路了。好了，这抢人头啊， MCG 和天路成功的刮的时候，哪个山头会被刷出去？ GFI 在寻找其他的解，车速太慢了，铁丝网炸不开。喂，封了过点烟。喂，再从侧面拉过来，要顶 C 字楼。骄阳要往下面去顶，先在围墙趴一下也行，混个排名分也不错。再熬一熬，熬个第三波下去，对 YLG 来说不是什么好消息。天路已经被淘汰了 ，MCG 这局机会是有的。今天差点。哇，秀起来了，主动出击，扶是不太好扶了，蓝圈已经过来了，再出来过点被架死，又一个结束，四打四。近点坦克位置有知道吗？黑猪有意识看了看，但坦克在楼上啊，昨天黑猪一个人乱秀，现在出不了烟呢，就很大的一个问题。物资里这坦克肯定是带足了物资过来的，你看这边两雷两火，根本不会给任何的机会。这波高点的一波收割啊，游戏结束了，最后一个位置可以找一找了。哎，看到了，好，恭喜 MCG 九个淘汰，还行，并不是说非常的少，之前世界赛上 VP 啊。